Hello， 大家好。现在呢，在宿舍的楼下，然后呢，就是准备散一会儿步吧。然后呢，就顺便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就是整个就是安排吧。就因为今天感觉也挺特别的，就可能就决定嘛，然后我们一起去看个电影。那今天就看了那个叫那个《封神》，对。然后呢，其实。就是我看完之后我感觉我自己还是非常喜欢的，就开始期待第二部了。然后呢，对里面的那些就是有很多也有一些就是神话的人物吧，就感觉也很感兴趣。然后还有那种在战场上那种浴血杀敌的感觉呢，感觉也很帅。对，然后就其实就反正就是很喜欢这个电影。对，现在呢就是也就是到宿舍了准备，然后呢就是也准备休息了。今天这一天呢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就感觉还是就是临时的计划呢还是感觉挺不错的，就是也是在就是我们整个训练中呢可能也突然来了这么一下就放松的就是时间吧，然后就还是挺开心的。对，然后我也要到宿舍了，我先回去休息了，拜拜。